四大罪证拢甲咱环境有关系，而且甲咱在座局处长息息相关，嘛是咱真济全民头家拢伫关心的议题。为什么我袂使伫议事厅提出来问、提出来讲？我要请问咱的林芝庙县长，你什么时候才要愿意向我们所有的县民来说明清楚？逃避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可是我们觉得很可耻，也替我们的县民感觉到非常的遗憾。为什么你这么好胆？你伫第一届你就做出这么侪违法乱纪的司法案件？咱过去宜兰县所创立的宜兰建业，这是予咱宜兰人非常骄傲，出门予人侮辱，予人比大有哦。咱宜兰县伫今年正式甲贪污这個名词挂钩连接在一起，你知影讲，咱这段时间真济旅外的咱的这些学子，咱这些伫外口做工过，这些拍拼的这些青年，回来到宜兰拄到咱民意代表的时阵，拢甲咱讲啥？讲因伫外县市逢滴滴嘟嘟。讲恁宜兰县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恁的县长哪会是这款？